妈，妈妈，你怎么了？妈妈，我诊断他是常见的老年疑心病。妈妈不怕啊。他需要的是家人的安慰和陪伴。啊啊啊！刷过了。我该怎么理解？是遗弃，还是惩罚？是帮忙。结合你诉说的症状，我们认为呢，你是阿尔茨海默病。这是我的诊断书。对不起，我真希望这个病是我得，我的脑子不用装那么多东西。我还会好起来吗？我觉得离你越来越远了。千万不能对你母亲动粗动手，不能伤害最亲近的人。每个妈妈都是母狼。妈妈你快点啊，保护幼崽是天性，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小孩。妈妈，对，我是妈妈。她是小偷。我女儿不是小偷。来人，回来。